虎扑10月8日讯，日前切尔西球星阿扎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方谈到了他的续约问题。阿扎尔曾暗示他或许会在赛季后做出是否留队的决定。当记者问阿扎尔这是否也意味着他会把续约谈判的事推迟到那时，阿扎尔表示现在也可以谈续约啊，如果切尔西来找我的话我可以谈。可能让人惊讶的是他们还没找我谈呢。我不想说我完全没有跟俱乐部或是球队老板谈，我跟他们有过很多沟通，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好的，具体的时间线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很高兴让我留下不需要任何的东西，并不是因为奖杯。当然了，踢球的时候你肯定想要赢的奖杯，但我只是希望能享受在场上的一切，就像现在一样，这样我就开心了。不过阿扎尔也谈到了皇马，皇马是世界上最大的俱乐部，我不想撒谎，皇马是我童年时的梦想，我梦想在那踢球，因此我才说了世界杯之后的那番话。当时我说是时候做出改变了，因为我踢了一届非常棒的世界杯，我的表现很好，有时候我一觉醒来觉得我想去皇马，有时候又觉得我想留下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，这有关我的未来，我不想每天都讨论这事，我也没时间，但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开启关于我未来的谈判了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库尔图瓦的离开似乎引起很多争议，当记者问阿扎尔这个问题时，他表示我不想那样，我希望我自己还有俱乐部都能得到好处，因为俱乐部给了我一切，我不希望现在说我会续约，结果我没续，所以我们看看吧。